人中之龙，林四月的场所，今日解主线，看了看能不能今天玩到破关，我们走起。今天开到几点哦？开到破完吧。啊，如果比赛开始没破完就 QQ。希望比赛前能破了完。我记得好像三点半就会格瑞娜就转播，但五点才正式开始啊，所以其实我有四小时可以让我玩，看会玩到全破，时间应该是蛮充裕的。好久没看大碗了，安安我也好久没看了。哎，好，我们都把哎，好好，我们要去哪里啊？我们要去亚细亚街，好像要找丽华了。哎，好久不见的勒索哥，等一下，他有没有新剧情？话说我好久没遇到勒索哥了，该来虐虐他。安安，好久不见啊！19亿，拍谁？哪个？不知道勒索哥有没有新的剧情呢？现在好像都没了。你真的要去揍吗？我们又遇到了龙虎。OK， 19亿。哦，到传说还是开的。哦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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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哇，这么久不见，江头的伤害一样够狂。来啊 ，Come on, boy！ 哈哈，这，哎呦，被撞到了啊！肩头这一摔半条，应该不用补满了。被伤，第一管射我。哎，我发现上传说后，我电电枪伤害就变高了，感觉我射了变痛哎、欸，太天真了。啊！屌虐，19亿江头又死去了，收下了。哎、欸，怎么28亿？哎，对我有点技能，哇，直接多了1.5倍，好爽啊！19亿变28亿，舒服。不过多余的抵抗，乖乖让我勒索就会轻松不少了。啊，哎、欸，剧情好像没变哎、欸，这好像已经是勒索哥最后的剧情。他说的话没有任何的改变啊，好可惜哦。哎，刚好有钱了。多花钱充实自己，我们做人就是要懂得充实自己，你们懂吗？人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，有钱就拿去学习，没钱就吃大便吧。所以这世界上最重要就是要有钱，非常好，我们大量的金钱。
人家用拳头你拿枪够无耻，白痴，他是勒索哥啊！他勒索的哥这三个字，就算我拿枪，合情合理啊！我们要火箭炮炸他就对他够好了，你知道吗？等下我先去修个武器好了，修个武器，我身上有些武器都快坏掉了。呀呀！あいつはちょっと待って。哎，好，我们去那个修个武器好了。没有武器，怕真的遇到这么危险，会撑不过去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修理武具。我修，哇，黄金链超贵，没关系，老子有了就是钱，有钱就是任性。ありが。大王打算把支线解到全解吗？我支线应该全解了啦。我因为我身上那个问题探测器已经找不到，有几个我没有解啦，有几个我没有兴趣的，就看起来就很无聊的我没有解。但是应该有解87%的支线我都解了，这应该是看一下现在，你看像这个这里，这里我忘记哪个任务，那里好像是那个基金的啦。哎，这边怎么有一个支线啊？然后这里。哦，电话交友俱乐部，电话交友俱乐部，我好像有几个可怕的妹啊，还没约出来。但正，哎，好吧，我看一下。支线全解会有隐藏 BOSS， 你是认真的还是胡乱我？这个好像是新的，那我去看一下那个。哇，真的有隐藏 BOSS 哦。原来是真的有哦！全景还可以打亚门，这是等一下，我是支线全解了，我最后才会遇到的 BOSS 来解啊！我们先来解支线好了。我有电电枪跟四支枪，为什么我打不赢？白痴！我电电枪跟支线有什么我打不赢的东西？带28去打，就算卑鄙也打不赢，这么强，丑，也是。跟月子比的话，真的有够恶心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先解，我们好好防。我们今天就先，哎，对，如果等一下我再问个问题，如果我主线解完了。WEN4869新干爹，感谢订阅。如果我主线解完了，我还可以从头来破支线吗？还是就不行了？所以可以解完主线再解支线吗？可以先解完主线后再回来解支线 ，OK 吗？是可以的吧？你要解完59个第60个才会开启，因为我怕我主线解完我是不是就不能哦？可以吗？那就没问题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用自由模式。好，那没问题，那我们就先来解这个支线，解完那就去主线吧，解这个就好了。似乎很爱八卦的女人，100%说中的占卜师。哎，傻小，为什么我安装那个秘境探险是我？哎，我关联没插进去，为什么会自己安装啊？靠背。哎，看我关联在这里，怎么自己安装了？怎么这么神奇啊？太神奇了吧！100%说中的占卜师。对呀，那个占卜师似乎可以完整看见未来。哇，竟然有人看见未来的占卜师啊！我现实朋友，我只有遇过能回到过去的时空回溯胡硕杰啊，但是那种能看见未来的，我可是第一次听到。那个占卜师在哪里呢？冠军街附近看到他。啊，100万，笑啦！好，我们就去找那个占卜师吧。发出诡异光芒的水晶球，干，这一定是骗钱。不过我们还是去看一下。哇，支线故事01，看得见未来的占卜师。哇，01耶，我们终于解到支线故事01了啊！哎，冠军街在哪儿？冠军街，我记得是这条啊。哎，冠军街这里吗？哦，应该是这个。哦，对，就是这个。走起。
你怎么可以针对我们硕杰呢？硕杰那个时光回溯高手。哎，我看到一个水晶球，还有一个啊，这是月子吧？看这个鼻子，还有嘴唇跟这个沧桑的脸庞。哎，卡莎，你的菜，这绝对是卡莎的菜。你等一下，嗯，我吗？这有点像月子的感觉。呼呼，动动我，大舌头动动我身上。没兴趣，哎，还是占卜一下好了。去找别人吧，我并不想替你占卜，只是希望你可以保护一下我的安全。哎，这个眼神真的有点像月子哎。卡萨开心，又发现了新美亚了。WISE231，哎，WISE323，汤姆，新干爹，感谢订阅。依照占卜的结果，接下来我才会遇到危险，我之后似乎会受到攻击。哪里？竟然会受到攻击啊！是不是卡萨想要来劫色？我懂，我会保护你的大神。你占卜过客人似乎不满意占卜的结果，对我怀恨在心，所以正在找我，打算攻击我呢。水晶球上可以很清楚地看见，就那个就是卡萨。103% 的命中率。别乱说脏话啦，卡萨，我们这个是优质台，不乱骂脏话的，别乱骂脏话，乱七八糟。要攻击我男人应该骂啊，卡萨要来了，他会给我们谢礼，好，我们就好好保护他吧。啊，卡萨来了，喂，死缠烂打的卡萨，哎，有点像，哎，这个比较像 Maple 吧，哎，这个脸仔细一看，好像比较像马宝，哎。因为妈宝在 FW 都被人家叫黑山猪啊，真的跟妈宝好像像一点哦。我知道了，因为卡萨自己不想来解决问题，所以先派 Maple 来打先锋，可以。你看啊 ，Maple 真的来了，真的疯了，你派你兄弟来哦。啊，好像啊 ，Maple 长大后应该就长这样。明付了100万，你却讲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情。因为你对我女人讲了一些多余话啊，初音跑了，所以难怪 Maple 这么生气。我看见你未来失去住所，四处翻垃圾过我的模样。哎，卡萨多关怀一下 Maple 好吗？他未来只能去翻垃圾，哎，而且才失去了初音啊，帮忙管，哎，照顾一下你的朋友好吗？K5943380，新干爹，感谢订阅。怎么可能会去翻垃圾啊？通常说这种话的人，未来绝对就是去翻垃圾了。好，我们来保护一下这个奶奶，然后让她不要被 Maple 给干嘛干嘛。好，既然为了有谢礼，那我们就保护她吧。哎，到此为止了 ，Maple， 既然为了老人出手。被突然甩掉也是理所当然的，呵呵。我只是路见不平的拔刀相助、兴趣使然的英雄，恶质的男人。啊，美国好弱啊！怎么这么短，只有三 CN？ 啊，拜拜。三 CN 的 Maple 死去。竟然比卡萨还要短，卡萨只有9 CN， Maple 只有3 CN， 好短啊 ！Maple 跑了，你不愿意相信啊？我不相信占卜的。替我占卜未来，但是我的未来啊，免挤呢，哇，好赚哦！天哪，啊，算了，就占卜看看吧，让他占卜。
啊，真没嘛是的，先让我看看你的手。啊，把手手伸出去，让你看看我的女朋友。我的女朋友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啊，你的女朋友，你女朋友果然很好看呢，真希望能被朱丹佛抱在怀里。恶心，我才不要女朋友抱你。哎，啊，原来他喜欢所有男人的女朋友。快点开始占卜好不好？我想问关于，呀，先问家人哦。大晚安安，昨天12点跟40000人一起看台，害我有点困。安安安，早啊，迪哥，我昨天早一点，我11点多就休息了，我11点多好像是46000多吧，忘记了，反正我记得很高就对了。告诉我关于家人的事，你的家人。噔。哇，发出了神奇的声音，奇妙的声音，小魔女大神，我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在这附近，原来如果原来为了赎罪，哇，他手好好好高手，在冲绳当摔跤拳手，哎，原来我的亲生父亲在冲绳当摔跤拳手，你的情况似乎有点复杂。再详细告诉我，哎，对了，童生他爸是谁啊？我记得他不是出生下来就是孤儿吗？哪里？真的被雷到了，好像我真的被雷到了，所以他真的雷到我们。干干，詹姆斯剧透，操！没错，他们还很黏你哦。之后我会有小孩，那是我的孩子吗？对。不吵啊啊！我大概猜得出来。感觉就不是亲生的啊，一点就是养子之类的。糟糕，我已经看到未来的童生的剧情了。可不可以变他、啊？本台剧透永变呢，就变不了这个死阿嬷。那我出一道谜题当做提示吧。如果要替你深爱的孩子标个价格，会是多少？替小孩标价，应该是卡萨吧。卡萨感觉这三个价格100亿太多，100万太多。怎么没有一块的选项啊？我觉得卡萨大概只值一块、欸。好啦，卡萨用钱买不到、啊，因为没人要买哦、喔。那就一样是用钱买不到啊，那就选3吧。无论是不是小孩，我怎么可能替人标上价格？太失望了，干嘛啦？翻脸比翻书还快、欸，詹姆斯。失望啊！不能替人标价格这种事，谁都知道啊。你第一副得意地说那种话，对不起阿嬷，抱歉阿嬷，因为你给我选项没有一块，所以我没办法标一块啊，是你害的阿嬷。你会养育8个小孩？哪里？竟然有8个！喂 ，Daddy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只知道爸爸，我不知道 Daddy 是什麼。越胖的人开台越多人看，现在大玩有考虑 OK 了，不要再变胖了，稳的 B 哥。这阿妈真是欠打哎、欸，难怪会被 Maple 找麻烦。我之后到底会怎么样？好，我们再问关于工作吧。不对啊，还要继续被剧透好吧，关于工作啊。又来了，看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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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到底是图干嘛？逃离演唱会？哪里？演唱会干？演唱会不会是真岛吧？真岛比较像是会去看演唱会的人。你握着方向盘呢？将来你觉得你将来的工作是什么？我做的工作是司机，一点就是司机。啊！竟然是司机！我操！重生怎么未来居然只做竟然是司机啊？不是好好的当什么东城会老大之类的吗？竟然只是个 just a taxi
司机，好，不会讲。哪里？哪里？竟然还是小黄司机。车上都写着“空车”两个字，好可怜啊！该不会一辈子开车永远都是空车，没有客人要上车吧？哎，我是不是被剧透成智障啊？世界冠军开台也很多人看啊、哦，抱歉，至少我有 GTL 冠军、地形赛冠军，然后还有什么资格赛冠军，虽然没有世界冠军，我有世界八强，八强就够了。一定是诈骗集团，关于将来，让我看看十年后的我吧。十年后要来了，要来了，怎么样？看见了，看见了。这时候成为替身啊！靠呗，我该不会十年后变成替身使者了吧？竟然说我变替身，真辛苦啊！放屁啊，还千年呢、欸！看见喽。几乎都在吃老饭啊，好衰，害我好饿哦。干十五年后还在吃老饭，那我是几年后才来开计程车司机啊？二十年后就对了。那你也吃太久了吧？我到底做了什么？哦，还好还好，他没有剧透的很彻底，一点点。跟谷歌小姐密一次，计程车司机是塔西德赖夫。塔西德赖夫，明明就是 drive， 是 drive 吧？哎、欸，是德赖夫吗？塔西德赖夫，塔西德赖夫，塔西德赖夫。如果你有个好友身陷险境，能够代替那个好友人，只有你啊，真的是替身使者。这个时候你觉得你会怎么做？干，我怎么觉得一点就是为那个三井哦，一点就是三井啊！我干嘛要为了三井去做替身使者吧？好，这个的话我们来分析一下。如果今天是啊，如果今天是 Wins 的话，我应该会选择让好友负起责任，自己做个人单。如果是摸死，就会选择试着用金钱解决。然后少数大概万中选一的人，同生这种才会选择自己来代替好友啊。好，但是如果这个选项是去改成自己来代替观众们，比如说自己来代替观众们看片片，那我就愿意选择一。你们懂吗？我觉得剧情以同生这种人，他一定选一啊。但Wins可能会选二，摸死会选三。可如果今天真的是你们自己来代替观众，那我就选择一，代替你们看片片。真是的，我认真好，好选一吧。我全部都愿意接受。你一定会去救那个好友吗？那和我吃老板有什么关系？要是你没选择好友，很多事情都要过滤的。别说啦。好友是指井吗？还是真岛啊？啊，算了，先打就此打住好了，不要再剧透我啦！还有我等等不想玩未来的版本怎么办呢、啊？啊，不过吉应该是会玩了、啊。啊，别离奇啊，童生，你越不可能相信，就越容易实现了。嘉年，哇，这个占卜师绝对是回溯姐啊，从未来来的。有一个年轻男性向你搭话，那个男人未来会与你有很深的关系哦。他应该在说那个真岛吧？传说中的男人。拜。
哎，这不是龙丝吗？爹，还真丝啊！最强小六生，大家别怀疑，他只有小六，不要怀疑他这个脸、这个身材，他只有小六。这里就城市点了，这是个闪闪发光的城市。毕业旅行 ，OK。现在我会不会跟他有很深的关系吗？那个男的和我，怎么可能？难道是肉体的关系吗？好，哎、欸，詹姆斯，哎、欸，詹姆斯不见了、欸，啊，詹姆斯罩子啊！我刚好我们支线可以解了，好，现在没了，好，没有支线可以解了。这里就是剩下的片片还没看完、啊，就是没有没有已经没片片，就是一群恶心的东西。然后这里是好像是玩基金的吧？基金我没有打算要玩，走吧。先解主线吧，支线有空再回来解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都想当那颗球，别忘了。我刚看到气球泄气的，想到另外一个东西、欸，但我觉得现在不适合讲，所以还是算了。谁说要单球？我要单泳衣，高手。对，高手才会去单泳衣。你这个回答也是吓到我了，厉害。你要看千家哦，啊，千家下次好不好？哦，千家也是不错了。谁啊？希流さんだな。立花に会いに来た。電話が通じねえんだ。ここを通してくれ。わかってる。止めに来たわけじゃない。あんたを迎えに行くよう陳さんから言われた。我也是陳さん啊。陳さん。ここの顔役か。ああ。ついてきな。我们跟着陳さん走。立花は無事なのか。来ればわかるよ。阿丽华，你的好基友尾田已经挂了。等等来看一下，丽华看起来快挂，感觉丽华一脸就要挂掉的感觉啊！肉奶奶，前に比べて体が弱ってるね。二日くらい一時的に容態が悪くなったんだけど、さっき目を覚ましてやっと落ち着いたとこだ。連絡。取れなくてすみませんでした、キリュウさん。もう大丈夫です。それじゃごゆっくり。立花。立花。牧村誠はカムロ町に来てる。西公園のホームレスにかくまってもらってんだ。彼女は。兄貴が迎えに来るのを待って。兄貴。小田さんから聞いたんですね。彼女が私の妹だと。お詫びします。あなたには
すべて片付いてから。两个点点都露出来了。打ち明けるつもりでした。立花。はい。織田は誠を殺そうとした。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？他要跟丽华讲尾田那垃圾般渣男的过去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尾田都领便当了，我们就不要再责备尾田了。他都哭哭了。それで大阪を出たきり、織田とは連絡が取れていない。おそらく織田さんはもう生きてはいないでしょう。太好了，那基友终于挂了，让我觉得恶心。かもな。すべては。丽华。私のせいです。10年前、私は己の運命と戦わず、ただ逃げました。そのせいで母と妹は人生